就把面条整硬点的哈。爸擀啥样了？挺大的吧。看着面相挺硬啊，爸擀也挺费事吧。不，和的面。你和的面。嗯，你到时候擦擦。放两个鸡蛋。这小孩的日子，吃面条。吃嘛。吃面条吧，去年一个，今年俩。吃三碗。三碗。吃多多的。吃多多的。干什么不可能行。奶奶。听话。不给奶奶碰啊。你别整，老听话光在这瞅。我在这瞅着奶奶整面面啊，大宝可能的。我包面面。对不对？你一说包着面面。行。干啥？哎，包着急了。没落着去成绩，还把他瞅的。包上这啊，吓我一跳！不用那么夸这事能瞅着。妹妹着急没娘一点。娘，你爸。手掌啊，再往上抻，往上抻。长去。一二三，长！哎呀，长这么高了，天天这样锻炼啊！我吃肉肉。我吃肉肉。嗯。我吃肉肉。啊。真长啊！哎呀。跟这勺子接着呢。行了，行。来安排了。哎，这酸溜的，挺好的味儿啊，酸菜的。妈坐着啊，快点下去就行了，不让你多吃。